嗨，你是不是在筹备你的个人品牌视频呢？在筹备个人品牌视频的过程当中，是不是觉得开始繁琐，或者是不知如何开始？那么今天我就带你一步一步的了解个人品牌视频是如何制作出来的。Let's check it out。首先呢，我们的导演以及我们的创意团队将跟你进行讨论。你只需要告诉我们你是谁，你是做什么的，你是如何做到的，我们就会通过电影的叙述方式，把你的故事编得非常的精彩，让你的观众对你的影片印象深刻。Yo bro, OK 吗？哇，真的非常好耶。我相信我们的影片一出啊，一定很多人想要了解我们的 BDS 课程。一定会的，一定会的。哎，轩，我觉得这一件挺适合你哦。OK, 我们就试下吧。有了故事，接下来就是前期细节的筹备，比如服装、道具跟场地，这一些我们都有专业的部门一一帮你解决。来到了拍摄当天，你绝对就是今天的主角，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有最专业的形象造型师为你打造属于你个人的形象定位。行，来，后面给我一个 backlight 啊。如何把个人品牌的视频做到极致，其实关键就在于灯光，所以我们有专业的灯光团队以及摄影团队为你打造出世界级的画面。Are you ready? OK? Silent set! We be go, vision, vision, go. 如果统一愿景、使命，向同一个目标出发。在拍摄现场呢，我们有最专业的导演，引导你如何在镜头里面呈现最自然、最有自信的你。拍摄结束了，那我们一起看一看后期是如何制作的。Go！ 我相信每一个人在经过漫长的拍摄过后，都非常期待自己的影片。但是你绝对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将通过电影式的剪接方式，包括配乐、音效，甚至加入特效，让你的影片变得更震撼。Very good， 这个就是我要带出的。Every world class performer has a coach. Good job. Thank you for the world class production. You're welcome.这个就是我们制作个人品牌视频的全制作过程。我相信聚集了所有专业的团队，绝对可以为每一个人打造属于您的个人品牌视频。Be somebod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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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 somebody.